神翼郡，传说中的上古战场云锤禁地，白帝就是在此终结了那场旷世大战。天都裁决后，白帝从此归隐，但即便经过千年，这里凌厉的剑意依然令人心悸。这是他所留下，也是我毕生所求的战之道啊！传承白帝之信念，献礼物这一世留存的剑意。数百年来，那些自称信徒者趋之若鹜，终究无人有资格通过他的试炼。剑主已经等待了太久，今日就由我鹤绝山来战胜这不败的剑意吧。